那时候为什么不设计会转的椅子啊？怕记者没有点，知道吗？一直在冒汗，有没有？一直在擦，这样，什么事吗？谁会去想怀疑人家的包包？都没想到，不可能！我全身上下最紧的就嘴巴了，问不出个屁。侯金莹听说那英压力山大，蓝心湄手松口弹王思佳假包。张哥像公车，每个艺人都想要上，那张哥你觉得我像什么车？是陶晶莹、蓝心湄等综艺常青树出席论坛活动，两人私交不错，难道说有机会在荧幕上看到银梅配吗？我想啊，我也想，而且听到他的那个主持酬劳的话，那我就没有啦，别再讲我的酬劳。星光大道、森林之王、原子少年，做过一堆歌唱选秀节目的詹仁雄分享他的莫忘初衷时，桃子飞出一句：“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设计会转的椅子啊？”怕记者没有点，知道吗？谢谢桃子刺梗，台下当然要继续追问。开玩笑，我觉得在重点有，我觉得在台北做什么，你要什么内定啊或什么的，一定马上就工作人员一定是第一个把它泄露出去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难度比较高。还记得桃子跟好声音连上导师那英是手帕交，共同我爱你，李丽人。辛苦你了，难为你了。那英现在水深火热，桃子可有关心你？哇，我说真的，我好久没跟他联络，但是有共同的朋友啦。没错，我精神不正常。最近他的压力也挺大的，压力应该是很大，但没有直接联络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詹仁雄冒出来换话题。如果有女歌手的比赛，你们两个会来参加吗？会。那一定都要50岁以上，我们才要跟他比。那已经不是浪姐嘞，那是浪琳琅嘛。对后，蓝心湄也在哎。那顺便问一下，他女人我最大班底王思佳拎爱马仕假包的看法。心湄姐可是爱马仕 V V I P 也一定很有见地吧？谁会去想怀疑人家的包包？没有想都没想到，不可能！我全身上下最紧的就嘴巴了，问不出个屁。当然啦，欢迎，只要他愿意。他现在比较挑节目上。三立娱乐新闻报道。